这春天里，春天里还蛮感怀的哈，这首歌可有年头了，这首歌是汪峰唱的，但是呢是两个农民工啊给唱火的。那两个农民工啊，我当年呢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时候呢，我采访过这哥俩，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了啊。 Easy come easy go 了，我们只是通过这样的旋律能够想起啊曾经的一些过往。当然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呢，总是有很多的难以名状，但是你又不得不去面对，啊，中国足球两个基本属性，第一个属性呢，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足球，它跟世界上的很多足球都不一样，第二一点呢，这个足球呢本身呢也是社会的产物，啊，它跟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呢都息息相关，啊，因为呢它影响力巨大，啊，有很多人说不瞧足球，啊，对足球没什么兴趣。但是你会发现，每当中国足球队赢了，或者是国家队输了啊，你身边啊突然之间会冒出很多很多的球迷啊，也会发表点评论啊，赢了跟着一起啊这个躁动啊，输了呢跟着一起呢贬讽啊，这就是中国足球啊，它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存在啊。你看我这个直播。啊，我聊足球小将没什么人听啊，我聊聊别的呢也没什么人听啊，联赛人多点，只要聊国足，他就是听的人是最多的啊。到现在为止，两趟最大的车啊，也都是跟国足有关系啊。当然了，你收费就没什么人听了，所以归结呢还是钱，明白吗？归结还是钱啊，因为呢。这个社会的这种消费的心理，他认为呢聊个足球啊，他认为聊个足球呢不值得花钱啊，不值得花钱，是吧？所以昨天的那趟车呢，我是临时决定的收费啊，然后呢人也不太多，但是你要说从这个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比方说我发一晚上车我挣了点钱，那这点钱呢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还是挺可观的啊，实话讲还是挺可观的。因为人有的时候这样，尤其是男人呢是不太习惯于给男人花钱的，明白吗？你要说是一个女的啊，女主播在这儿啊搔首弄姿弹个琴唱个歌啊，香肩微露，是不是？哎，在这种若隐若现，是吧？然后声音嗲嗲，那她可能急了啊，他明天不吃早饭，他也会给你来打赏，啊，但是呢，他要听我聊这事儿呢，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这个也很正常啊。有一个人问我说，你是希望啊，1块钱，然后6万人看，还是你希望是6块钱10000人看？我实话告诉你，我希望是6块钱，10000人看，我不希望是1块钱60000人看，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只有真正的认可，你才有可能呢说多花点钱呢你还乐意啊。你要不认可1块钱，他认为可有可无，对不对？他对你的这个价值他没有什么认同啊。当然这趟车呢是免费车啊，以后呢关于这个除了一些特别的有争议的事件啊，我会呢包括联赛的新中国客栈，这个我会收费啊，剩下一般的话题聊聊就完了，好吧？聊聊就完了啊，有人说你要是想挣钱，你就明着说。我说句老实话，我要想挣钱，我就20块钱一趟车，啊，明白吗？我聊3小时，我怎么着我也应该挣比我在 PPTV 说一场球挣得多吧，对不对？这劳心劳力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不是为了挣钱，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我必须得体现我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呢，确实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协调。你说我发了400-500趟车，我怎么体现我价值？你说因为有很多人这个因此来支持你，或者是支持足球小将，但是我实话讲，我除了看很多朋友在精神上给予支持，或者是劳心劳力的去现场40个志愿者，但是我看不到百八十万人的支持，我看不到。
我也只有说我开个付费车，然后我看到了有很多人愿意交钱，我才能感受到原来我说的这个东西是有价值，虽然这个价值远远不比我真正的价值体现，但是你总得让我，对吧，让马儿跑你得让马儿吃草啊，我这个吃草并不是说我挣多少钱，而是在于我必须体现价值，就这个意思啊。我有时候我不理解啊，就是一个人说八卦啊，一个人说个八卦啊，这个问题价值比方说88元，然后有4-5万人看，一个人1块钱，说了一个八卦就能挣4-5万块钱，我发3个小时车我挣6块钱，不是我挣6块钱，远远不够6块钱，因为平台还得分账，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啊，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免费，但是我要收我就必须收到我的价值，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啊，今天呢因为是免费的啊，有些喷子呢又蠢蠢欲动了，我想跟你说一点，就是我拉黑了一些人啊，我拉黑了一些人，实话讲呢就是我确实是不愿意看到啊，我确实是不愿意看到，你看我从来不在别人我讨厌的人微博下面去留言，我有过吗？没有，没有，其实我讨厌的人很多啊，就在微博这个世界里边，或者是同行里边，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有微博的人，我讨厌的很多，但是我从来不去人的留言，我从来不去啊，所以我几乎没有被我因为留言被人拉黑啊，因为什么呢，我不喜欢我就不去，但是有一些人呢没事老在我这微博底下跟我逗闷子啊，造谣生事啊，然后这个贬讽谩骂呀，那我就必须给他干了啊，我必须给他干了，这个东西就很简单，对吧，你不能跑我家门口嚷嚷，你在你微博上嚷嚷都没关系，你跑我这嚷嚷那对不起，对吧，我没法说我当作没看见，我没有那样的心胸，对吧，因为我这样对待你呢实际上对你呢是一种侮辱啊，比如说你在这儿挑逗我啊，这个贬损我地格啊，挑衅，居然我不回应你，那对你是个莫大的一个侮辱，所以我用拉黑的方式我回应你，你才明白哦，原来他看见了，他很重视我，但是我把你拉黑了，你就他是闭嘴，你就要么你弄个小号，要不然你就到别的处就骂去就完了，好吧？包括在这个车上也是，你呢说句老实话，对吧，收钱你没了，免费你来了，你说你就是一个喷子，你想表达不满，你也是一个，说白了真的我就不说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凡是喷人的人呢真的没什么生活基础，我不是瞧不起穷人，而是我觉得这些人确实是挺可怜的，骂个人都得找一免费车上来，想骂人都得找一个不能花钱不用花钱的地儿骂，对不对，嗯，好了吧，没声音了是吗，不用打赏好吗，有声音是吧，好，那反正今天也是礼拜六，明天呢是不是，哎呦，今天礼拜天啊，我说两个话题，一个关于这个纹身，一个关于明天呢中国队对捷克呢我们要注意看什么，两个话题啊，大约1小时咱就收摊好吧，关于纹身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感觉上是愈演愈烈了是吧，那么有相关的消息也都传递出来，足协可能要下手了，这个足协呀打上个赛季开始你就会发现呢它变得有点严格了啊，以前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啊有点闻过是非啊，有点得过且过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和这个俱乐部或者球员啊这之间有太过对立的这种情绪，给人感觉呢足协呢如同过街老鼠啊，是中国呀是就是最没起子的一个局级单位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过来骂啊，任何人都可以过来骂，对吧，那么足协呢因为背负了这么多年对于中国足协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是吧，来来回回换了很多领导，然后呢中国足球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色，尤其是最近啊这几年
什么上面这个最利好的政策啊，这个政策导向、资本流向全都指向你中国足球。按说呢，你借助中国的不断的强大，借助这个体制啊，这种有利的条件，应该把足球呢能搞得更好一点。但是实话讲呢，这从战绩呈现来讲呢，确确实实呢没有给人带来什么希望，啊，一次一次给人添堵，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包括体育总局呢也换了相关领导，足协呢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在体育的这个背景，体育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实施了很多的改革，啊，实施了很多的改革。你比如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个改革啊，包括这个中国足协的某一些举措，你会发现呢，好像中国体育的天呢已经要变了。啊，中国体育的天呢有点变了。那我觉得这个肯定跟这个体育局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啊，有一定关联，有一定关联啊。狗局长，我不是很了解，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觉得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行事方法的这一套，这个局长呢，可能上来之后呢，他是一种颠覆的状态。我认为呢，中国体育啊是应该被颠覆的。这是我的一个总的一个感觉啊。至于说颠覆的方式方法，咱们另当别论。但是我认为呢，中国体育界是应该被颠覆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啊，这个中国体育界啊，这么几十年以来呢，虽然说哇，奥运会啊，金牌啊，虽然说什么全民健身，看上去呢做了不少工作，也为啊国家呢也算赢得了不少荣誉。但是呢，你要是从这个中国的举国体制，至于体育的这种支持这个角度来讲啊，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各方面的条件的提供也好，那么中国呢在这种成为一个体育大国的道路上呢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啊，也没有什么大殊特殊的。为什么呢？就是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之间呢，它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啊。就体育大国呢，是基于你的体育的这个人口比较多，就是人口红利啊。再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冷门项目啊。我所谓的冷门项目，在中国可能很热，但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它并不是啊多么这个有具备影响力的项目。咱们就随便说吧，比方说跳水、举重啊，然后这个射击，包括这个乒乓球啊、羽毛球，它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国际影响力。啊，它跟这个三大球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是网球是吧？这个包括冰球、橄榄球、等等、高尔夫、F1，它实际上环法自行车赛，它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这个效应啊。当然，你必须得说呢，欧美人重视的项目，它确实在国际上呢是有足够的这个影响力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项目呢，他的确也算一块金牌，对吧？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吧？小龙虾也是龙虾，苍蝇也是肉啊。那么金牌也算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确确实实呢，在体育这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不错的成绩。但是呢，和它的影响力，啊，和它的市场化、商业化，和它的这种具备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内涵外延的张力，啊，这个之间呢，实际上是不大成比例的。啊，所以说呢，如何正确的看待中国体育界的所取得的成绩和所存在的问题，这个呢，其实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啊，尤其是有一些项目完全是国家花钱给砸出来的，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市场化，它也不是高度社会化的东西，啊，这个呢，你说这成绩到底归谁呢？啊，就是有个队，这个升级了，最后三四轮都是他妈老板花钱买的。对吧？要不做裁判，要不做对手，对吧？这升级成功了，升级成功了呢？这两个主力也去找这老板去了，说你看老板，我们都升级了，你看你是不是得发点奖金呢？老板说别闹了，大哥，对，你们能升级是谁花的钱呢？你们能升级就是我花的钱，完了回头你还管我要奖金，你这不扯王八犊子拉过兜子吗？对不对啊？我说的这个事儿可是你自己去琢磨是谁啊？那么呢，在这种状况下呢？其实呢，体育界，中国体育界是需要有颠覆的，而且中国体育界呢，确实存在着很多腐败现象，非常腐败，啊，
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因为金牌嘛，金牌战略嘛，在这个金牌之下呢，人人都是民族英雄，在网上一呼百应，都好多粉丝，都成网红了。所以一般来讲呢，投鼠忌器，也不太敢动，也不太敢动啊，啊，尤其是有一些所谓的优势项目，是吧？然后呢，所谓的这个互联网的传播啊，让这些教练、队员呢都成了网红了啊，这个支持者慎重，这个时候要弄他。就是有，即使有事儿，想要大张旗鼓的弄他，也不太可能，你明白吧？也不太可能。但是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呢，明显感觉到呢，就是有狠人来了，有狠人呢，就是敢动了，啊，以前认为这有些东西都不能动的，对吧？有些东西怎么能动呢？这个为国家争了这么多荣誉啊，给为我们争了这么多的金牌，你怎么敢动他呢？所以呢，也有一些优势项目的教练、运动员，是吧？或者是这个圈子啊，有一点啊，蠢蠢欲啊，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舍我其，啊，有一点呢，老子天下第一，对不对？没事经常跟他妈的文艺界也互动互动，我去，啊，跟这科技界也互动互动，人五人六的，真起来了啊，明白吗？真起来了，在国际上说句老实话，都没什么人屌的啊，就在中国一下成的拿了。大拿了啊，也有点为所欲啊，就是为所欲为，对不对？有些事儿呢是浮出了水面，对吧？有些事儿呢，实话讲呢，也没有真正暴露出来。事儿肯定是有的啊，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边，绝对的权力可能就会有一些腐败，对不对？然后呢，有点这个知名度了，有点影响力了，有点成绩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有点为非作啊，为非作歹呀，为非作。是吧？但是这些事儿呢，因为本身呢就家丑不可，啊，不可外，家丑不可外，是吧？有些你那么一弄吧，就觉得因为他是你养的，对吧？是你这个啊，全力支持养出来的，相当于养出来的这么一个大姑娘，大姑娘的丑事儿，你也不好意思再往外说。但是我要拿你这一点的勇气，现在看上去啊，这现在这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啊，还是挺狠的啊。那么我呢，我也具体的，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旁观者，我只是觉得呢，这个人敢这么干，他一定不是说是这是一个愣子啊，这不是说这哥们是一个二愣子，说我上来之后我颠覆，我该别人你都不敢动的，有问题的我敢动的，我就敢动，我甭管我是内行外行，我看着不顺的我就下手。像这有这勇气的，他一定啊，不是说是就只仅仅是这哥们儿啊，想开了，是不是？我这哥们儿或吃错药了，或者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体育之于中国，现在的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大，啊，尤其是足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你这么多年反正也搞得稀里糊涂，是不是？你搞得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没什么成功的经验。啊，所以可以汲取，啊，这只能是，想把它有一些颠覆，啊，有一些作为，啊，所以必须得痛下狠手，啊，大乱大治，所以呢，也应该是得到了某一些这个支持，啊，比方说领导听话听音嘛，领导说你这个去体育局是吧，啊，全面的啊整理整理，啊，该杀的杀，该管的管。啊，中国体育不能老这样了，是吧？尤其是这足球，是不是？你不能给老百姓带来成绩啊，那你也得给社会带来点正能量，啊，不能这么任由其发展了。这话一说，相当于拿着尚方宝剑，那就该干就干啊。所以苟局长呢，我没接触过啊，我在这儿我也不是说为他是歌功颂德什么的，我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从客观现象来分析。啊，这位呢，我感觉是应该手里边多少提了着尚方宝剑，说没有宝剑也得提了个尚方扇子啊。反正总而言之呢，是比较敢干，啊，你从这里有一些是吧？你看上去好像不能动的人都给动了，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不能动的人，在你看来这都是功臣，民族功臣就得供着的，但是该干干，是不是？足协这边说这个王小平，他只是个签字的，他只是个练书法的。那背后是谁在这个鼓动呢？那一定是上面啊，足协足球的事儿，联赛给我杀啊，什么打架斗殴的骂人的什么这那的给我重锤
啊，给我重锤，啊，这一听说那来干就干呗，是吧？这东西反正签个字也不费劲，所以呢，你得这么看啊。足协呀是一个 small one，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实话讲，就是不是那么特别有权力的一个部门，是吧？尤其是它波及的面大，它不像国家统计局，是吧？它不是或者国家卫生局或者国家环保局或者国家旅游局，是吧？足球这个事儿呢，它波及整个社会。所以呢，像这么大的一个，它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小部门管，它是管不了。你一个奥迪的车身用奥拓的发动机，它根本拉动不了。所以即使说是你看着是一个奥迪的这个发动机搁里边了，那可能背后还有一宾利的发动机，是吧？所以呢，大家得明确，有的时候足协呢，它就是待人邀功啊，有的时候也是待人受过，是吧？你足协你2002年冲进世界杯，那可能不见得是足协一家人干的事儿，对吧？那可能是举国之力，但是呢，你足协在前面，为什么阎日罗最后说了啊，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最后他妈都躺下了。是不是？他实际上呢，他并不是他一己之力，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老百姓你骂足协啊，他也不是足协啊，这一家人干这个事儿，他也没那么大胆儿，他也没那么大能量，所以还得往上走啊。但你往上走呢，你就说不清楚了，是不是？咱这个就是点到为止，是吧？点到为止。那么对于中国体育和中国足球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改革也好，以改革为名义的管理严格啊，颠覆。啊，重新树立啊，然后呢，高度的和社会结合，和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联动啊，跟社会方方面面的这种联合，把体育呢，再一次融汇到社会当中啊，我觉得这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啊。这个背景呢，就是除了这个中国体育界的一些该动的人就给动了，对吧？蔡局都奔哪儿去了？你想想，奔着羽毛球中心去了，那就实话讲，就是给安排一个事儿，完了。因为我们这个吧，他没法说你这个也没有什么重大失误，对吧？也不能给你免职了，也不能叫你提前退休，但是总得给你安排一个地儿，对吧？这是咱们这是咱们这一个，是不是？他不像一个私企老板，你妈你副总经理，你把这事儿干砸了，滚蛋，走人，前任这辞退，是吧？但这在这个体系之内呢，他不能退啊，他也不能也没怎么着啊。说你要有贪污受贿啊，什么坑蒙拐骗，那可以弄他。如果没有这些，是吧？那就怎么办呢？你干的也不好，是吧？或者你有一些什么拉帮结派啊，你有一些这个排除异己，或者你有一些就不听使唤，那就给你安排个闲职啊，给你安排个闲职，玩去，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这个中国足球呢，也是这个。有一点风声鹤啊，有点风声鹤，很简单，就是第一呢，就是有人呢要颠覆或者是重塑啊中国体育的公众形象，啊，至于说足球呢，实话讲呢，没有什么太好的公众形象，因为作为中国来讲，没什么足球文化，啊，就是赢了牛逼，输了傻逼啊，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以前呢是追求成绩。啊，各种的想希望呢能够打进世界杯啊，老板也高兴啊，老百姓也高兴啊，我这边呢，哎，也能体现到这个功绩啊，政绩等等。但是呢，发现呢，这尤其这十二强赛，对吧？尤其这十二强赛，其实这最后里皮也来了，2000多万的年薪，也没弄个没弄活死了，啊，相当于呢就开始啊体弱多病。啊，有点这个民间大夫在这治，说不行，咱们得找御医，说御医贵，我从北京得调，贵咱就砸，能把人救活了就行，是吧？能救活就可以。所以呢，就是1000两白银，啊，1000两黄金，啊，请了个御医来，以为呢能妙手回春，起死回生，这事儿一了百了，对吧？能活过来就完事儿，对不对？花多少钱也值，对吧？因为活过来这救人一命啊，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呢，最后也是死了。死了呢，你会发现呢，就是没什么招了。你会忽然间发现呢，没什么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那，你说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教练了，然后投了最大的这个资本了，啊，然后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完全围棋马首是瞻了。你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最后呢，结果呢，还是一个烂摊子，啊，还是一个难以名状的一个结局。
那么忽然间呢，如果换成你我，如果是管中国足球的人啊，换成你我，其实呢坦白讲看不到短期内中国足球腾飞的任何可能。从成绩角度来讲，你看你成人队又是十强赛事死了，对吧？ U23 你这又死了，是吧？你说你往下走 U21 U19， 咱们说句老实话，你要翻个成绩，这泰国都打不过， U19 也是到哪儿都输一溜够。所以呢短时间内中国足球想要在成绩上有所突破，没什么真招。你说好不容易有亚冠，是吧？拿了两次冠军，但是亚冠这玩意儿呢，它跟国家关系，一个足协呀，它有点关系，但又没什么关系，对吧？它是一个俱乐部的一个行为，对不对？你说你皇马夺冠了，你说西班牙说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影响吗？它还是皇马的事儿。你要说皇马夺冠了是全西班牙人的骄傲，那也不太可能，对吧？巴萨至少不跟你庆祝去，马竞也不跟你庆祝，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是两件事儿，那么呢，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因为我在车上我也说过，啊，短时间内中国足球以团队的名义，就以整体的名义来实现成绩的突破，基本上没可能。那很简单一个道理，你看看我们的国脚有几个在欧洲踢球的，你看看日韩，对吧？我已经说了，亚冠你不算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本土的最好的球员人都不在国内踢，而且人家外援也没买那么贵的，所以你赢人家那也应该的，对吧？你赢人家也是应该的，也不代表着你也不代表着你这国家的足球就怎么强了。所以每次我一看什么，中国中韩对抗，反正中日对抗，这俱乐部之间这亚冠上的这种对垒，大家给渲染到一个两国足球的高度，其实这有点啊，妈的，这有点自欺欺人了，对不对？你看日本的国脚有一大半都在欧洲，他不在国内的这个队伍当中，对吧？人那个外援150万欧元就算不错了，咱这更奔5000多万，4000-5000万的弄，那你要再弄不过人家，对不对？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呢，中国足球短时间内就是以团队的名义啊，国家队 U23、U20 又是打进世青赛，或者 U23 在什么亚运会上怎么争冠夺亚，国家队打进世界杯，这基本上没可能，三个字啊 ，impossible 啊，没可能。那么这个呢，曾经啊心存幻想，因为每一次比赛，虽然说你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但是呢，一到比赛当中或者比赛来临之前，那肯定得全力以赴，对吧？你就是200分的成绩，说你要想也想奔着考清华，高考的时候你也得努一把，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结果不断的呈现，血淋淋的现实不断的折射出这个中国足球的现状的时候，那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能不能抓出成绩来？现在其实他内心的答案是不能，在我这个任期之内啊，你比方说4年也好5年也好，你体育总局说咱这4-5年咱把中国足球给折腾到世界杯去，或者咱把这 U23 给折腾到亚洲前几名去，他忽然间发现不行，弄不住啊，没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能力呢，那么有一天那你用什么来检验呢？你这个成绩拿不出手，对吧？你比方说有一姑娘呢颜值不行，那你就别拿颜值，你再怎么化妆她也不是那个劲儿，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哎，那就是内外兼修，对不对？你颜值不行的，那你去，是吧？是不是？是吧？啊，完这个说这个也不行的话，那你就学技能啊，就是用技能来取胜，也可以。也实在不行呢，你做饭做得好也行，是吧？你就是温柔可人，也可以。但你总得有一个最后得拿出手来的，对吧？你不能什么都不行，这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呢，足协可能也想明白了，或者体育总局也想明白了，说我这中国足球既然领导这么重视，但是我们呢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成绩啊就是立竿见影的搞上去，那怎么办？那就管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就要体现着你这个足球之于社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义，
因为这个他也虽然说他没有这个你这个成绩这么耀眼，但是好歹你这是干了一件事儿，啊，哎，垃圾学校抓纪律，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对不对？有一定道理。你看你学习成绩好的时候，你爸妈基本上也不怎么管你，玩手机就玩手机啊，不是垃圾学校的人，垃圾孩子抓纪律也一样，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是成绩考好了，那你想干嘛干嘛，对不对？那你成绩不好了，那你爹妈过来什么都是事儿，你这干嘛呢？你这怎么又出去玩去？你赶紧的，你这衣服怎么还不洗呀？对吧？你这袜子怎么臭成这样了？怎么回事啊？对吧？你这桌子怎么这么乱呢？对吧？你说句老实话，你要回回考全年级第一，甭说你桌子乱，你把你们家给掀了，你爸妈都说："哎呦，我儿子真棒！"你看没？要上房揭瓦，你看到没有？是吧？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朴素的心理，他也不是说光是体育局在会这么做，或者是足协这么做。对不对？一会儿有葡萄牙对荷兰，是这个意思吧？哎，所以呢，纹身这件事儿，啊，看上去呢，就有消息说呢，是几个老同志，啊，七八十岁的，啊，来看国家队比赛，说怎么都是咱们的规划球员了？没有啊，不对，那有几个黑人呢？怎么都代表咱们打比赛了呢？我这几天没看新闻，怎么出这么大事儿了？啊？这哪一国的呀？扎伊尔的还是埃塞比亚的？没有，那就是那是中国人，不可能，中国人怎么那么黑呢？混血吗？不是混血，就纯的啊！不会吧？我这眼睛我这看不清楚，那不明显是黑人吗？你看那胳膊多黑呀！一看就明白，哦，原来是纹身。啊，纹身，啊，就是纹身这个事儿呢。咱们实话讲呢，它确确实实啊是被我们这个从小啊。这中国这个环境里边，对于纹身的这个一个独特的看法，对吧？有人说岳飞有纹身，岳母刺字，是吧？这个精忠报国，这也是一个典故。对，唯一一个正面的有纹身的人是岳飞，剩下的基本上有纹身的全是反面人物，全是反面人物。所以呢，这个整个社会对于这个纹身的这个认知啊，确确实实，咱们客观讲，确确实实的是从负面开始。当然，你这个个性化的一个时代。每一个人呢，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是吧？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对吧？说你这个嗜好，说我就喜欢吃这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枇杷，不是，就是特别那个臭的那个水果，榴莲。说我这个嗜好，我就喜欢吃榴莲。按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爱吃什么，我吃屎，你能管我吗？对吧？但是呢，你想吃榴莲，对不起，那您没法在地铁上吃，飞机上也不让带。对不对？我曾经见过那哥们要带四个榴莲上飞机，被拦下了。这女的急了，就在那安检那么出口处把四个榴莲全吃了。啊，我这哥们这一走路，哇，这感觉流动的公共厕所呀，就那种感觉。但你人呢，你不能瞧不起人家，对吧？这是人家一个权利。但是呢，这权利呢也得有一定的这规范。那么纹身呢，看上去呢，确实跟旁人呢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在中国足球这个领域里面，这个风起云涌之后，那么忽然间觉得呢，就是足协也没法这抓别的了。足协呢是想两手抓啊，比方说三手抓吧。第一，赛风赛纪这事儿呢，自王小平成为网络的娱乐人物，你就会知道中国人啊，中国足协痛下狠手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赛场上的一切不良风气啊，一切的这个为非作歹。这你最后呢，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啊，甚至都已经接受了，对不对？都已经接受了。你琴声也好，还是你奥斯卡也好，你包括像吴磊这样的，这穿个背心儿，最后被停赛，包括张稀哲等等啊，被停赛的一大把啊，罚款交了一大筐，是吧？这个是足协已经传出的一个信号，就你认为这事儿还没那么大，但是最后单子一下来，周五见啊，直接给你干那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想抓一抓呀。这个足协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叫什么，就是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啊，就是百人大会，但据说现在取消了啊。这个想法，我认为咱们客观说啊，不是体育总局和足协的所有的做法都要反对，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了。如果说你这样的话，就等于说那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了。我认为足协想做这件事儿呢，是对的。是应该做的，而且只不过就做晚了。但是呢，他这个时机不好，因为你国家正在这打比赛呢，对吧？那大家都在关注里皮的指挥啊，国脚的态度啊，比赛的成绩的时候，您突然来一个要开大会，
要研究国家队的战术打法，这个时间点不对啊，你得等国家队没什么比赛，就是冷不丁借着世界杯啊，咱们看世界杯，聊想国足，哎，组织专家学者一块看着世界杯啊，一块呢探讨一下，最后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件啊，作为未来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啊。你现在的国家队教练可以了解，未来等你过了落这个到期了，我们下次再找教练的时候，我们就瞄着，哎，大哥，您看我们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向啊，技战术国家队的发展方向，你接受不接受？人说我这不接受，你们这扯王八犊子拉裤兜子，那对不起，那再见啊。这个说，哎，好啊，我接受。说你这个既符合世界足球的发展潮流，又结合着你中国足球的特点啊，再加上你中国的民族性，最后你定的这个基本战术我接受，而且我擅长这个。你看我1975年带队，我1983年带队，我94年带队，2006年带队，我就这扎打法啊，我的成绩1、2、3、4、5。足协说，哎，那好，来按着这路子往前发展啊。这就是什么呢？说中国人的问题，中国足球的问题得中国人解决，但是呢目前中国人呢没有这个绝对的实力，但是呢也得有一部分的问题得是中国人解决，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自我认知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解决。也就是说呢，一个人我有什么毛病得我身边的人帮我解决，对不对？告诉我我有什么毛病，接下来你们治不了是吧，我去找大夫治，我花钱找大夫治。是这两个过程，怎么着也得有一个过程呢，得是身边的人或者自我来认知，对吧？你比方说你我有抑郁症，或者说我有精神病，这个你得自我有意识，或者周围人说你不行，你这个病了已经差不多了，你都快跟那一直播那个天王差不多了，你这个精神病啊，咱们别闹了，你这精神病咱们找个人治去吧，咱们得去找人治，就这是另外一个层级。但直到有一天说中国人的中国足球的问题是自己发现自己治，那就是大牛。现在咱们治不了，但是你得发现问题，你得找准方向。咱们但是你不能这件事儿，他时机不对，但他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什么呢？很简单，你们一口口声声说学日本就这么做的，你法国或者德国也都是这么做的。他某一个阶段他会修正自己国家，尤其是国家队的战术打法，你以为那东西都是自己凭空来的？不是，日本人早就定了。我们的结合着我们日本人的身体条件，结合着我们日本人的这个文化，结合着我们日本人的这个对外交往，结合着我们日本人的这个现有的基础，我们制定的一个方向就是日本打脚下传控。哎，定了这个，大家都同意吗？同意。好，从上至下啊，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啊，什么低级别职业联赛、高级别职业联赛，一溜都按这么打，都走脚下啊，噼里啪啦的啊，水银泻脚下生啊，就这么练，小孩也都练基本功啊，乒乓五四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找教练啊，什么当年的季科是吧？等等，这都是什么呢？这哎，说你这个方法是对的啊，我也是比较擅长，哎，这么着一点点起来的。中国呢，一直以来没有这个，说不清楚。啊，在中国的这个国家队应该怎么打的时候，怎么打法这个问题，要这么些年，可能在我车上聊的是最多的，别地儿你也看不见，对吧？只是说什么人来了，你唱什么歌，啊，说你这那英来了，那就是就这样被你征服啊，那个汪峰来了，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对吧？就这么来了，孙楠来了，你快回来，就这么来，张学友来了是吧？张学友对吧？张学友唱什么歌来着？我和你吻别，是吧？是吧？说周杰伦来了，快使用双截棍，砰砰啊！哎，是吧？他只是什么人来了，唱什么歌？水木年华是吧？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对吧？他都是这样。那么呢，他就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啊，可持续的某一种风格。所以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对的，但是我说了时机不对，时机不对啊。就咱们是哪个，咱们是教练大牌来了也没什么考察，里皮来了你考察什么呀？不用考察，来了你就干呗。但是呢里皮怎么带国足这东西也没法聊，人家想怎么带就怎么带啊。那么你说有会里皮有一天卸任了，来外皮呢跟里皮完全不一样，那么你还得按照外皮这个方式来去国足去发展，那么这么久而久之呢，就等于说熊瞎子掰苞米，
对吧？掰一个扔一个，掰一个掰一个扔一个，最后一个好像也什么都没剩，哎，是这么一个路子。所以呢，足协呢两手抓，一个抓赛风赛季，一个呢抓这个想抓啊，还没抓呢，就抓一个国家队未来的战术发展方向，啊，这两件事儿。那么纹身呢，突然间跳出来了。那么纹身往哪儿归结呢？纹身肯定归结不到技战术，那就纹身归结到你作为这个职业球员啊，尤其是代表国家队来出战，那么你的形象，你的形象。咱们客观说啊，因为喜欢看球人不少啊，除了老百姓之外，可能也有啊，这个大人物，对吧？大人物没事儿啊，料理国家的这个大事是吧？没事儿晚上说想看场球。说你输了本来就挺郁闷的，再一看几个大花臂在上面，是吧？可能这心情是不是也实话讲呢，可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啊。再加上呢，确实足球很热啊，现在呢各种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啊，青少年对于足球的这份的热爱啊，那么你这样的人呢，就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有人说那 NBA 全都是这个事儿呢，我是持保留意见啊。因为呢，毕竟 NBA 呢，它是在一个基于美国文化，那么中国这个文化的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和美国人对于某些东西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咱们这儿要有一个人把国旗印在屁股上，那咱们认为这是对国旗的侮辱，对吧？但美国人，你看美国人这米字旗随便印啊，胸上是吧，屁股嘛，腿。啊，脚后跟儿全都随便，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文化啊，然后对不同的现象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你看外国人没事在街上咣咣就在亲，我一看都怎么着也得奔60多去了，按说亲的应该也够不够的了，对不对？但是这人外国人的表达这个情感的方式，什么地铁、公园里边、什么哪儿就抱着就亲啊，我就看着一个60岁的老头跟老太太，我怀疑他们俩呀。可能已经失散多年了，反正就是在哪儿，是不是伦敦还是在哪儿，那个还是米兰我忘了。这家伙这亲的呀，我在这等车啊，就在我旁边。你要说你亲，你稍微小点声，还必须得有这个。哎呦，你看这咱们这个就受不了。你要这东西，你要咱想象一下，公共汽车站俩60多的老头老太太在那抱着亲，我操，那咱们就疯了。咱们就说，哎，我这乱了，这个是怎么了？这是第四次世界大战要来了，还是怎么着？乱了是吧？但是外国人习以为常，爱亲不亲，是吧？跟走着跟你跟个是吧？就不同的文化社会对于不同的这种现象，个人的自由，包括自由的表现，它确确实实呢是有差异啊。我不是说支持足协就是要管理纹身，我现在只是在分析，哇。您别，因为我好多朋友都有纹身啊，我好多朋友不仅是踢球的，你就包括我那个早年间那个启航足球队那业余球员，对吧？业余球员，我们去西班牙，完了还去之前训练，然后一块洗个澡，没平常我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没弄在这个胳膊上，都是后背上，啊，叭我一出啪疼起来，我说这我就可以是吧？所以呢。我不是说是支持足协，我只是这么分析啊。那么我也只是说这个分析这个现象。那么中国球员呢，对于这个纹身的这样的一个追逐吧，它是一个圈子文化啊。你说摇滚圈可能嗑药的是多一些，是吧？或者说摇滚圈长头发多一些，靴子。是吧？那它就是一个圈里的钉子啊，身上有400多个钉子啊，这个是一个文化。模特圈可能也有模特圈的，这个演艺圈也有演艺圈，来跳一段，是吧？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圈子文化。中国呢，归结呢是圈子文化，真的，中国呀，归结是圈子文化，就是每一个圈子里边有自己的一个属性啊。那么足球这个球员的这个职业球员这个圈子呢，它呢。也有他自己的某一个文化，那么中国球员的纹身，我认为呢是全是舶来品，啊，是拷贝国外的。因为有一天我发现，也不因为早年前也没有，克鲁伊夫有吗？贝肯鲍尔有啊，是不是？还是你包括小罗好像都没见着，是吧？也不怎么着，反正最近从意大利那边好像，啊，最早从意大利那边，啊，然后就兴起了一波这个纹身，然后呢，你想。他这都是一个圈子嘛，
对不对？你像国外，摇滚乐队，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那马上国内就得效仿了啊！这个东西大部分呢，我认为呢是一个效仿效应，因为看着觉得很精神，很有个性啊。看着了，看英超啊、意甲，包括贝，对，小贝以前也没有，后来也是咔咔打花臂也上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一个圈子和一个圈子之间，它这个同样的一个圈子，它这个圈子文化呢，它是低层的往高层的去模仿，啊，或者是高层的是一种时尚的引领，咱们姑且归结为时尚的引领。那么这个实际上以现代的这种传播的方式，很快就会学到，啊，你比方说你迪亚曼蒂弄一个，哎，那中国球员可能某一个就弄一个，中国球员一个人弄了不错，那接下来这一个队里边的或者比赛时候看见了，哎，也觉得一块弄弄也挺好，这无非就是彰显个性。或者说是某一种这个信仰，它也不排除它有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对不对？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是吧，给纹在身上啊，把一只鹰啊纹在后背上，是不是让起飞的，有 raise me up 的感觉啊？它有这个作用，一定是有的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说装酷装逼的事儿，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心理的这个寄托暗示，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变得威武。对不对？你说踢球没法穿盔甲上去，是不是？你踢球也没法插一支激凌啊，背一把宝剑上去，对吧？但是你身上印着宝剑啊，然后这爱有爱啊，这边是爱，这边是力量啊，背后呢家人啊托起来，它有这个作用啊，我觉得是有的啊，我认为是有的啊。你看我这个啊，就是，就是它还是有的。啊，他也不完全的都是说盲目的这个效仿，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装大尾巴狼，没有，他一定是有一部分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可惜了了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公序良俗的认识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咱们就随便讲，就是现在纹身的这些球员，职业球员，他们的父母，我认为90%是不情愿让他们印的。只不过就是孩子大了，管不了了，对吧？那么他们的父母的意见啊，那有可能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普遍认知，是不是？你说咱们有纹身的这些队员，他们的父母说啊，没问题，孩子真漂亮，来我看看，哎，这不对吧？这儿子，这个你还得玩一这个，得弄一雕龙，明白吗？你得这么着，这不好，这不好，这边侧面也弄一个，哎，掐腰肌这儿再来一朵小玫瑰。我认为这样不可能，我认为这不可能，啊，我认为这不可能。只不过就是呢，因为孩子大了，对吧？然后也有名，也能挣钱，父母说话呢也没什么作用了。那行了，你弄弄吧。可能在家里看的时候，老头还跟老太太说呢，你看多不好看，你看没办法，你说这孩子你说管不了，是吧？可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这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公共认知，确实如此啊。我们不是反对啊个性化的张扬，但是呢，咱们就说这个现象为什么说有一种如果愈演愈烈啊，咱们说将来没准 U15 U14背后都整几个鹰，对吧？啊，然后这宝剑啊，释迦摩尼啊，唐僧啊，孙悟空啊，这都贾宝玉，这都有可能。说这个呢，个人觉得呢，还是对青少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了啊，如果咱们退一步讲，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这事儿没有，我认为这事儿没有。啊，如果国家队在里皮的执教下一路过关斩将，现在已经是准备备战世界杯了，我认为这件事儿是不会出现的，啊，不会出现的。这就是基于呢，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呢也知道，成绩啊没戏了，真的成绩是没戏了，没戏了怎么办？没戏了，你得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吧。说你不能够给这个人民啊或者社会带来足够的这种成绩的回报或者是喜悦，但是咱们是不是影响能够正能量点啊，别让人看领导看着烦啊，哎，那就有可能啊，对这个纹身再加上几个老同志这么一提，是不是
那都是属于顾问委员会委员。但是一提，那你说碰再碰着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一个长官，那这个事儿可能就小事儿直接上升到一个大事儿。啊，所以呢，我呢不是说这我只是分析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啊，然后呢，我也不是说评论这个所有纹身的，在我眼里就不是好人，不是，我这好几个朋友，啊，都是，对吧？就平常交流的这几个队员，有像吴磊这样的，也是毛干爪净的，是吧？身上干干净净也有，也有呢，像有些队员他本身确实是身上有这个图腾，有这个纹身。所以我都是挺好的人，在我看来都是挺好的人，但是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确实得去看看用什么方式来去面对啊。你说都把这个纹身全洗了，我说实话呀，这有点真的像扒一层皮一样。那么这个人呢，这个会不会因此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呀、心理状态呀，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些纹身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他有的这个照着的时候，他能量无穷，能量无限，对吧？就有点像你戴一个什么一个服饰，是吧？你一个项链也好，一个手镯也好，是吧？然后穿个高跟鞋啊，小黑丝、小吊带、小地蜡，是吧？小灯一开啊，小皮带一抽，对吧？立马就乱了，是吧？他所以呢。所以这个呢，对于一些球员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我认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形势啊不是很乐观。啊，我所谓的不是很乐观呢，就是在中国，啊，尤其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啊，如果说这个目的和这个目标或者这个思想是可以的，就比方说。很简单，就这个思想到一定高度，比如说我们要为青少年树立正能量的良好的榜样，如果是这事儿嫁到这儿，我说实话讲，那你个体的利益和个体的未来、个体的感受就是一个泥球啊，就是一个泥球。说不行，说这是我们的球星，说这不行。大哥，听我说啊，就是在中国，如果这件事情，这个利益足够高的话，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儿，我的利益足够高的话，在这个利益的背景之下，底下的任何一个个体，啊，你甭管你是亚洲足球先生，你还是中国足球 MVP， 你还是你这个俱乐部的大腿，你还是未来之星，实话讲，都是泥球。啊，就是碾死你就碾死你，啊，没有什么网开一面，啊，因为他这个利益是屹立不倒的，对不对？所以你说有些球员说你不敢动我，怎么可能敢动我呢？我这踢这么好，我在队里是这样，没那个，真的，我觉得没那个。你看你分什么事儿，啊，你看你分什么事儿。杠精神，谁是杠精啊？嗯，啊，有人说不是毁了人才啊，就是我能理解啊。我现在不是说足协的代言，我帮你分析这个客观现实。有人说这这么好的一个球员，然后被这一洗纹身毁了，毁了就毁了，毁了就毁了。有好球员吹牛逼呢？中国有真正能决定性的球员吗？有吗？谁呀？你告诉我谁呀？说你要中国有一 C 罗，绝对不敢。C 罗把自己全身纹了，中国足球可能也不会这么，因为领导可能都喜欢，作用极大，国际影响力，个体作用。但是中国有吗？中国你们 Z 罗都没有，佐罗差不多，是吧？所以呢，你别觉得你心里认为他是人才。他是希望之星，你在一个大的利益面前，我所利益啊，就是这个意义面前，在足协或者体育总局眼里，或者更高的人的眼里，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不是，真的，这是实话。
你比方你要在一个公司里边工作，你是你们部门的大腿，对吧？你是你们部门的大腿，然后公司说了不能够迟到早退，是吧？领导大老板在公司会上说的，你玩一个没事儿，我还是有业绩。说句懒话，公司说再不上班我就弄你，最后怎么着？该弄你还弄你，明白吗？我当年还是北京卫视的一哥呢，照着培养的，这不说错一句话，不弄死你就弄死你吗？没有什么，有什么吗？没有什么。我当年在有线台，是吧？我在那主持，收视率刚刚的，对吧？不让我主持了，让他们抬了一个人，然后我说我不主持，我就去采访，不行，最后弄死你就弄死你嘛。没有什么，没有，你谁也别牛逼，牛逼完就傻逼，对吧？这都是名言。咱们都谁也别把自己啊看太高，你也别觉得你这你我的偶像这那个的，他有多少万粉丝什么的，不是弄死你不就弄死你吗？那凭什么几万还在吗？在哪儿呢？他是5万打麻将的，在家里边，是吧？在这种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个体的所谓的拿不动的价值或者什么，哎，扯王八蛋，真的，真的就是弄死你就跟弄你就跟弄一个小泥球一样。只不过就让你蹦跶而已，真的。等会儿你用大腿扛一抱一下，完了，对吧？谁多大算大？多大算大？对吧？呼风唤雨的很多人现在不也是13平米小屋在那待着吗？你说是不是？所以呢，没有那个，你还别觉得说不行，这中国足球离不开他，或者是我们队离不开，你们队是哪儿啊？你们队哪儿啊？你们俱乐部老板有一天说拿你就拿你，还有什么你们俱还弄一个你们对谁谁的？所以有时候人呢，有时候他妈弄不清楚，是吧？所以呢，不是说这个东西说是胡搅蛮缠或者什么的，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成绩，你没成绩，你没有一个说什么我有我在中国足球就不一样，谁也不敢动我。别扯王八蛋，怎么不敢动你？就是不想动你，不愿意动你而已。没有什么不敢动你的，哪有什么不敢的？你敢拉？有一哥们说："你敢拉黑我吗？"我去你大爷！我拉黑你，我拉黑你，这不很简单的事儿吗？对吧？有人说我说你一句，你敢拉黑我吗？我说你说这给我逗笑了，你给我逗笑了。你说他妈他以为他谁呢？我这 我就说你了，你敢拉黑我吗？对吧？我这喝了假酒了，这他妈喝了假酒了，这属于是吧？这属于疯了。就觉得自己啊，觉得不可能，怎么敢能拉黑我呢？我是我们家大爷，你们家大爷，大哥，你们家哪儿的呀？你们家是吧？你要是孙兴民，对，那可能不一样。韩国人现在都着急，全韩国人为孙兴民想办法，到底怎么能逃兵役，对吧？这是孙兴民，是不是？那不一样，咱们这哪有孙兴民呢？咱们这孙悟空都不知道哪儿去，孙悟空那都被人打了，你看没看见我发那视频？是不是？所以这件事儿呢，咱们客观说，平头百姓没什么可说的。说不行，我要为这些有纹身的队员，我要是鼓与呼，这是打击人性，这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这是压制个性，什么这些没有用，没有用。你要全民投票，说到底是纹还是不纹，我告诉你，投票得100倍啊，支持治理纹身得是不支持的100倍。他这个还有一个社会的，不是公序良俗嘛，就普遍认知嘛，你说对不对？啊，他不是说我能不能跟我爱人在公共场合拉手，他不是这个事儿。你要这个事儿，那肯定是支持。谁说不能拉手？必须可以拉手，那这可能全民都认为怎么不能拉手，亲都可以啊，是吧？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纹身这事儿比较特殊，啊，真的比较特殊。啊，他不是说像中东有一些妇女现在终于可以啊进体育场了，那是时代的这个推动啊，那是一个基本的作为人的一个权利，对吧？你为什么要女性都他妈21世纪了，怎么女性不能去看比赛去呢？是吧？这个最后给颠覆了，对吧？但你要说在中国这个社会，说这个中国球员国家队的球员纹身，说有人要管我不行不让管，那这个可能说不过去，很难。所以基于此呢，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可能最后真的是会牺牲一些球员的感受，啊，会牺牲。就对他们来讲，我非常能清楚，我不是幸灾乐祸，我非常清楚。如果你让王大雷、王永珀啊，
包括就像年轻的韦世豪或者什么，你要把这个有这个可以眼见的这些纹身给洗掉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确实会有影响，确实会，肯定会，张林鹏什么的肯定会。但是呢，你说作为五等，说你说你站出来说呼吁，说你这么做，足协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说句老实话，掰不过来，因为最简单，你都不知道这是谁的意思，你掰不过来，很难掰，很难掰，啊，这个呢，在国际上呢也有，确实有先例。那个时候阿根廷国家队嘛，不让留长发，然后这个雷东多说去你大爷，不让我留长发不行，我剪了长发，我就是相当于我感觉我是个裸体在踢球，我受不了，我必须留长发，我不去国家队了。也有，你说阿根廷那也不是中国，有人说你这个退到朝鲜了，倒不是，过往也有过类似的这种先例，也有过啊，也有过。啊，中国足球呢，足协呀，最早啊，实际上有一些规定，不能染发啊，不留长发是有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甲 A 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来呀，稀里糊涂就都忘了，啊，等到现在又再弄起来，你还不如早点管呢，是吧？所以呢，我今天呢，在我那个这群里面，我也跟家长说了，啊，我说你们就注意啊，孩子千万不能纹身啊，你纹完了，你就未来你能踢到国家队也不要你了，啊。所以这件事呢就说到这儿吧，我再多说了也没什么意思。你说我不行，我接受不了，我要为队员伸张正义去，那我觉得你就去吧，我也拦不住，对吧？你用各种方式去呼吁去，但我认为这事儿呢搬不过来，就是别扩大化。就现在有点担心，就是说呢，你要是国家队你这个标准啊，那么你俱乐部联赛行不行？但是看这个呀，因为广电总局已经严令的这艺人呢，纹身的艺人绝对不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所以他这个也有一定的基础，他倒不是从足球界开始的，对吧？他是整个这意识形态也好，还是说是你整个的这个公众形象也好，还有公共传播啊，还有这个正面形象的树立也好，它是一脉的。所以这件事呢，它不是一个说足球界的整风，它是一个全社会啊，像这种啊，可能啊比较另类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啊，来进行某一种这个约束，啊，进行某一种约束的这么一个背景，对吧？足协一看这广电总局都有这个做法，那啊，你那纹身的艺人不让上电视，您这纹身的球员啊满屏幕跑，啊，要不以后就都一个机位转播，都没有近景，别弄特写，可能还凑合，啊，这玩意儿好洗不？那谁知道？我也没弄啊。反正能比衣服肯定是难洗，啊，所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国球员呢，因为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收入和他创造的价值啊，这之间呢，确确实实有点溢价，所以呢，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些能进国家队的队员，啊，也应该是得到了中国职业足球或者是某一种政策或者投资的红利，啊，季宇阳说的有点道理，就你在我这唱歌。然后你挣钱，我这客人有钱，我天天给你打赏，天天给你这个送鲜花，对吧？你赚的盆满钵满，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作为这个管理一方，我给你提点要求，对吧？你必须得露我肩头，那你这时候不行，我不能露，那也够呛，你说对不对？你看足协是一个厂子的开厂子的，对吧？球员呢是这个厂子里边的这个歌手。对吧？我这个厂子，我这来了高朋满座，都是有钱人。您唱一首歌，说句老实话，最多值200。最后您唱一首歌，打赏给你打8000。您这刚刚刚收入，那么我说您的我这个对吧？你这个女，比方一个女歌手，那你能不能再穿的稍微再性感一点啊？那一般来讲，那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是吧？这个东西你因为你获得了很多收入，或者是巨大的收入。是吧？那么人家提的要求，你说不行啊？你说我不行，那你够呛。